李琴伊坚持，伊讲我甲花莲人做这款的承诺，我都爱做到。我的心伫花莲，心伫花莲，故乡都是伫花莲。我看即摆有人讲李琴是空降，无人像李琴这在地。心伫花莲，故乡就伫花莲，咱爱加倍甲疼惜，你讲对毋对？各位咱花莲的时代乡亲，大家拢知影，花莲这个所在要经营足困难，安尼规个南北，这个选区163公里呢。安尼，这个选区要去到后个选区，上少拢要1点钟、2点钟、2点半钟。伊今仔日一方面伫伫看伊开会，一半个时间还阁留伫花莲，透早去台北开会，中昼以后就阁拼转来花莲，替咱花莲的乡亲服务。这么甘心，这么高追，这么苦。台湾的查某囝，愿意来上艰难、上困难的所在，安尼经营打拼，华人的乡亲是大，大家人是不是好美琴？已经打拼五冬，一步一脚印，咱华人任何所在拢有伊安尼，甲咱乡亲解决咱济济问题，安尼走从打拼。伊这边的选情，敢要让伊选到这艰苦？咱大家人是不是唔通让伊孤单？大家人对咱台湾这古锥的查某囝，咱大家人是不是加倍甲牵一下，甲比拼杀一下，让伊有机会替咱花莲认真打拼？花莲的时代乡亲，予一个负责任、认真、愿意伫花莲安尼上基层安尼爬起，我要拜托花莲时代父老，咱不分党派、不分族群，大家人安尼伫这边的选举内底，发挥咱花莲人移民的城市感觉。安尼，我有我的故乡，伫宜兰。我唔知影，请甲有宜兰的乡亲，来自宜兰的乡亲，哦，有看。我的故乡伫宜兰，但是我是来自宜兰的故乡人。我做故乡市长，我故乡市长已经做完九冬，每年都进入去第10冬。我嘛同款，甲美琴同款，认真打拼。高雄人认同我，高雄人无认为我是宜兰人。高雄的人认为我的故乡，我生伫倒位，我家己袂当选择。但是我是来自宜兰的高雄人，美琴，心伫花莲，当然你都是花莲人。花莲人袂当家己疼惜吗？花莲人是不是爱加倍甲支持？你讲对唔对？我要伫遮，我要牵着美琴的手，啊，看伊安尼，闪闪啊，安尼伫咱花莲，家己一个人伫遮，安尼走从打拼，大家人拢足勇敢，大家人拢。大家人讲美琴，你敢有影大爱？伫花莲拼到这艰苦，伊讲我对花莲的乡亲讲过，我要留伫花莲打拼。各位时代父老乡亲，我甲美琴交伫花莲乡亲，大家人的手中，免请大家甲牵。